这个孙子那你也买得放心，我跟你说，他你呢也不得弄虚作假，个人的呢也只是里面自己吃点亏，弄个弄那个混日的事。你们那个院子有点古老喽。这院子，现在只有四户人家才七户人。四户人呐？哦，原来七户。哦，这个院子，他们说四户人，原先是七户人。你看，同胞户。这房子有点年龄了，妈呀，咋装那个样子啊？在里面，你看外面这个，这都不是，那都不是。哦，还几层？装的几层？哦，你看嘛，三层，看嘛，它这，弄小口袋装起的。你看这个绳子金黄色。金黄色啊？你看嘛，是不是金黄色嘛？好不好嘛？绳子还可以。哦。要自己有娃吃，人家才有娃吃啊！那是对的，对的。哦，你这个院子你看看，院子你看看。我们从来他不得弄虚作假，弄虚作假你，人家咋不吃嘛？嗯，那真是不咋的，不能弄好。好，可以。你要不要嘛？要我这个？要要要要。只有那么多吗？哦。哦，那磨点好多嘛？这个也不少哦，你看，可能有五斤大开。只有五斤噶？哦，大开有五斤。嗯。你留不留？我不留。不留我马上新绳子都要出来了，你还留啥子？看嘛，等着看看看看。嘛，绳子不咋的。啊，都还是比较，都还是过嫩。我们这个秤，秤都最好嫩了。这还占了便宜。看嘛，缺这个哥哥哦，补起它。补起它。你们就是自己，我嫩。原来秤只有有二两钱。都没到，没要，好嘛。啊，我没啥在屋里过。没在屋里过，我就在屋里不得行。现在这个经济条件就不行了。那天只他一个人，那只拿一根，拿一根，拿一根，他点了大姑娘都没，甚至我不晓得嘞。你没在屋里吗？我没在屋里，不是我卖的晓得不？嗯，你看嘛，你再看，你看好。嗯，看嘛，我们看哈嘛，噶。哦。东西好，你看嘛，东西好。我们买东西，只要你东西好到，这个就不存在，晓得不嘛？是不是噶？哦。真的是，这个口袋不要嘛？口袋倒无所谓，我只是怕看看住的没有东西，什么洗它不算。没得住的，这点儿你翻过了嘛？不到的，不到的。哦，这点儿你不管咋样看的都是的。这点儿我娘不理人家，不用不用，你称就少，称就少，绳子我也看得到，颜色也比较好，晓得不嘛？我一年就是没收成，我看火车得不嘛？那一年讲卖粮食，有时候只有底部和面，那是真的。它底上或者住的。对。哦，还磨的五千。真是干的不大称。他们是只有卖货，我这叫他弄的羊皮，这些都是卖货的。十斤扛。嗯，十斤嘛。多斤点儿，这点儿就不算。你看到就是，你看到就是，你看到就是。我，哦，你看到就作数。我把算好了。嗯。哎，这个买卖都是要看准。哎，不存在，不存在。还说这个人不称职，嗯，不存在。不管咋和林德，他们说，林德志中秋不在湾中秋，那个金花钱买不进就卖不进。那也是，确实也是。哦，你没得哪个买进到，没得哪个卖进到。这个绳子，那你买得放心，我跟你说。他你呢也不得弄虚作假，个人的呢，也只是里面自己吃点亏，弄个弄那个混日的事。你卖给我们呢，你也不得吃亏。对啊，就摸起那个买口罩药，留到明年。